做得更好，过过得得更更好。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概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加活动，欢迎收看。咱今天讲的议题是环保哈，那么咱这个一开始先来看一个影片。听看咱市长要跟咱讲什么？大家想要方便，所以就把它放在垃圾里面，好，不肯做分类。那一方面这样增加焚化炉的这个负荷，第二方面也把有用的资源烧掉，那也是很可惜。当我们用透明的塑料袋的时候，这个部分被证明是有效的，这对资源回收量的提高是有效的。第二个，为了让我们这个清洁队员更安全。过去很多人把这个玻璃或者是有危险性的物品，譬如说也曾经有人发生把硫酸罐放在这个不透明的这个垃圾袋里面，当这个垃圾车在搅拌的时候，硫酸就泼溅出来，差点喷到，除了熔毁那个垃圾袋之外，差点喷溅到清洁队员。所以为了让清洁队员更安全，那尤其很多玻璃啦，或者那些东西，坦白讲，你放在不透明的那个袋子里面是看不到的。那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每一个袋子都是破袋。目前为止，台南市的民众哈，这个丢垃圾盛装垃圾的部分，大概有70%是用透明的，30%是不透明的。那使用不透明的原因啊，其中很多原因，但是其中的原因是有一些把事业废弃物混充民生废弃用，为了想省垃圾清运费，因为事业废弃物是要收费的，民生废弃物我们是不收费的。那为了想省小钱，却造成清洁队员跟垃圾处理的这个负担，我觉得是不好。人讲吼，千金难买草，知道了哈。最近拢无落雨，吼，啊有阵时安尼雨阁落足大，啊落到做水灾，吼，这叫做极端气候。啊，现在有这极端气候，有人想讲吼，啊无落雨就是无落雨，啊做大水就是做大水啊，吼。但是极端气候就是咱吼这落大雨啊，这个无落雨的一个元凶啦，吼。啊，现在吼较好讲这个极端气候是元凶吼，这极端气候变成吼，即马应该是讲吼是。诶，未来吼，诶，这个时代可能会是变常态吼。啊，极端气候的演变，就是因为咱环保做无好，吼，环保的问题造成咱即卖这个极端气候诶，这个问题出来吼。啊，讲到这个环保吼，当然啦吼，这毋是向咱政府的责任，吼，啊嘛毋是啥物人的责任，是咱每一个人的责任。啊，讲到这个环保咧，咱就讲到资源回收吼。啊，讲到资源回收，你敢知影啥物人做上好？稍等下吼，这个答案吼，咱节目当中较甲你公布啦吼。啊，但是唔是你嘛，唔是我吼。那么讲到这个资源回收吼，当然咱市政府伫这方面吼，那加努力伫这个所在吼，拍拼啊来甲咱宣导吼。资源回收到底要安怎做？有阵时吼，我家己检讨，我嘛感觉讲我做啊，佫无讲介彻底啦吼。啊，做无彻底嘛，唔是讲咱调底无爱做彻底，有阵时是因为可能。还有一些常识不太了解哈啊，咱今天咧借着这个机会，咱邀请到咱环保局局长吼，咱谢世杰谢局长，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咱来啊探讨吼这个环保的问题啊，探讨这资源回收的问题。咱首先请邀请吼咱局长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拍一个招呼，局长你好。主持人跟咱所有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是，啊，拄仔咱讲到这环保啦吼，讲到这资源回收，我知影吼，咱古早啦吼，我会记较细汉时阵，迄阵啊较算讲较农村社会啦，较古早的这个时代时阵啊，咱本身拢，我看拢大家拢找一个空地啊，啊倒吼，啊倒倒的吼，倒倒的，甚至会烧烧的。对，啊，即马就是讲，因为毕竟啦吼，时代一直在进步嘛吼，啊，咱政府对着这环保的问题嘛，拢有这個意识啊，所以像咱即马吼，拢有这环保车吼，啊，环保车它甲这个垃圾可以载去吼，这个焚化厂。啊，我知影咱台南市现在好像有两座嘛吼，啊，两座这个焚化炉吼，来咧甲咱的。这个算讲这个垃圾吼，做一个处理啦吼。啊，是不是先请局长甲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咱这个焚化炉即个目前做的工课的这个内容。是，我先简单吼，主持人有开头的时候有讲到，极端气候，极端气候其实就是一个温室效应的结果。对，温室效应的结果就是我们产生太多的废气，对啊，才
产生太多的温室气体。嗯，那这些温室气体怎么来的？从工厂、嗯、甚至从焚化等等这些途径来的。嗯、那其中的冷气，对，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的生活垃圾燃烧的部分。啊，对 对。所以呢，我们现在台南市呢有两座这个焚化炉，就是咱处理咱家一般咱生活当中产生这些粪水啊。一个伫城西，就台南区的城西，一个伫烟空。嗯哼。那很但是呢？现主席台南市呢，虽然有这两座这个焚化炉、嗯，但是因为城西这个焚化炉已经21吨啊，伊、嗯、本来设计是当一工去烧烧900吨，但即卖可能人较老啊，甲人同款人老啊，体力较无好啊，所以他一天大概只能大概烧500到550吨左右。烟、哦哦、空呢虽然无法老，但是伊嘛算中壮年啦、啊，好、哦、得14吨啊，慢慢我家里比老年。14吨啊。啊、所以呢，伊即摆虽然设计嘛是九百栋，每工会当处理九百栋，但是伊即摆实际上我都处理了超过700多栋、嗯，所以两个楼加起来超过一工会当处理了超过1250栋至1300栋。但是咱台南市每工所产生的粪扫呢，包括一挂可燃性的这些事业废弃物，等于讲我现主席需要处理的一工都要1800栋。啊啊，这要变哪？啊，所以无够。咱家己本身无落去，我落去处理、嗯。所以呢，一方面呢，哎，我拜托其他的管事来家到处理、嗯。一方面呢，我是希望讲，会当咱的粪扫会当去减量。哦，对，把咱的资源回收，這個、对，哎，资源回收做一个较贴地。对对对。安尼呢，相信这个垃圾啦减量了，我迄个处理的负荷都会当减轻。而且对环保，是开始、哦、直接的受益啦，哈。那么查多啊，咱讲了这个焚化炉这个部分啦，哈、嗯，咱迄个就是讲资源回收，哈，这个焚化炉资源回收，啊，都我有讲嘛，讲，哎、欸，这资源回收好像，现在大家拢普遍拢知啊，讲爱资源回收，这大家拢知啦，哈，啊，不过他们讲哦，我感觉讲连我家己我嘛感觉讲我做的不是很标准啊，我当时我去你那。垃圾车还在犹豫说要不要分，这个是被坑一堆，这个是被该分的，你身边所在，我们真的有时候还不太清楚。这保温是不是？请局长哈，可改成这节机会教育好不好？我简单讲，其实呐，粪扫分三类，广义的垃圾啦哈，其实就是一旦再利用的资源回收，同样可以再利用的厨余，靠掉资源回收啊，加起来厨余呢，出来就是咱的一般的垃圾。你若仔细去分类，先出来的差不多，我们大概使用的卫生纸啊，或是厕所里面用的这些哦，卫生用品等等。果皮呀，对对，不，果皮那个还是可以回收。我当然，我可以让回收，所以我做不太清楚。可能呢，可以真正当做垃圾的，实际上有限。不讲朱员工这类资源回收，哎，咱呢？市民朋友可能啊，大约知大约诶状况，但详细的部分可能无讲介清楚，所以有阵咧分类时咧会犹豫。我简单咧，大家一个图表，跟他做一个说明。那不定看到即个容器类吼，就是讲底物件哦，你像这咱的废容器，这罐头啦，罐头这个罐啊，哈，这罐就会使用。过来即个铝的，那尤其是像你喝什么可口可乐啦，什么还是即个拢会使。过来在牛奶罐啊、豆浆罐啊，这款的啊，玻璃罐的这些导游啊，对导游啊，是对油的这样啊，过这样纸容器，那最常见的对的，那里加纸便当盒哈，过来是农药这些废容器啊，这款的容器类这东西，一当回收的哈。请了解了。好，有一种便当盒类是一种保丽龙，那个到底保丽龙也可以回收，保丽龙也可以回收，是，所以。即、这个我过来，咱只一挂物品类，就是讲，咱平常时咧使用的这些物品咧，你像只干电池啊、电池啦，啊，就讲这迄个蓄电池这块咧，啊，那个咧车辆，不管是奥多拜也好，还是这个汽车也好，废轮胎，啊，跟咱只三 C 产品，这东西，过来只电池、电器啊，电风也好，冰箱也好，还是微波炉啊，这拢会使，甚至呢，这个日光灯管。弄会使，日光灯啊、电灯泡啊，这个都可以回收，所以这是在物品类。当然呢，还有其他，其他的啥，在当纸类啦，常见的，这一般民众大家都知啊，纸啊、铁啊啦，在锅碗瓢盆这块这种锅子啊，然后铝制品呢，玻璃类的，塑胶类的哈，你包括一讲有一个议员甲阮讲，咱叠两个蛋壳，哇，蛋壳那个我知道，叠两个那个，起码能弄五个，对，塑胶膜嘿，那个也可以哈。啊，光碟片呐，或者讲在行动电话，还是在食用油，也一样可以回收。
另外呢，还有啥？旧衣也可以回收，厨余也可以收。哦、啊，甚至呢，我现在连干净的塑料袋，比如你卖掉一挂油抽啊、微波啊，这都在一样。啊，就雨伞，雨伞我也回收。他、嗯、擦雨伞是没有回收，所以这个部分我把它增加进来。所以扣掉这些，然后再加上厨余，厨余呢，都讲出全工会果皮，果皮也得属于生厨余。哦，熟厨余的，但到底在盆汤内底？但锅在盆汤的，讲那食春的哈，剩菜剩饭这些，是剩熟厨余。啊，生厨余的在果皮啦、菜叶啦，这种是。哦。这买在做厨余。啊，那是要到底那个有无？那个垃圾车后边无一卡汤啊？是。我是倒下底吗？我即卖现就是咱的台南市的粪扫车后边有两个汤啊，青色是在生厨余。哦。啊。那些都熟厨余，但是没有关系，你没有分得很清楚，倒进去我一样会收，因为我后面会做这个厨余的发酵，会做肥料，所以到后来会有一些殊途同归的作用。哦，所以伊两卡汤啊有无分无相像？对，但是这个民众如果倒错也没有关系，但是只要是厨余就好。是这卡甜甜啊，我带这卡。马姐，没有关系，因为熟厨余哈，等咱在村内在剩菜剩饭哈，熟厨余呢有两种去处，就是讲去起底。对。起底要经过呢高温蒸煮的90度蒸煮一个小时之后，这个才可以去当做。养猪的，所以你对阿公，就算一些你讲虾翁来哈，阿公讲不讲，就那翁来家，没关系，这就算是生的，煮了90度煮一个小时，也变熟厨具了。所以我说，就算民众呢，你这个粪扫下位都唔着烫，马紧，只要是可以回收的厨余，我都收。哦，我知道。其实哈，我感觉遐个环保人员呐哈，因对底下粪扫车的时候，其实他们很辛苦。我看因哦，但是其实他们都在自己在做分类，因为我们民众哈，他每个人哈。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有时候不是很清楚。好啊，我们虽然想要做，可是我们自己不清楚，有时候不是故意要把它弄错了哈。但是当可以吼那个环保人员的时候呢，伊就讲你肯嘞，我帮你弄，好，他就会帮我们自己去处理。那么就是讲哈，好多我咧讲的哈，这些资源回收了哈，我们目前咱市民哈，这个资料表现的好不好？其实咱台南市。那台南市的乡亲朋友吼，其实这点会在会堪要学到哩。对，这几年来呢，咱的回收率吼有渐渐一直在提升。在去年还59%左右，那到今年去年底到今年大概60%，对，回收率有60%。所以算起来，算在整个全台湾省这样比起来，还算是。算是在名列前茅的。那我们去年的执行的结果呢，也得到环保署的肯定，得到金质奖。金质奖就是上好，就是讲在管起来对表现上好。那就是要给自己拍拍手，对对对，给咱那个环保局拍拍手，啊，咱市民家己嘛爱拍拍手，拍拍手，哦，对不对？哎，但是我要补充一下，要无够好，都讲主持人讲哈，要做得更好，要过得更好，就是讲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哦，对啊，还。自己跟自己挑战呐，哈，因为哈，基本上不是跟别人挑战，其实跟咱家己挑战呐，哈。啊，我跟我讲啊，哈，因为这是资源回收，这个做得很好，这个不是很好。我感觉嘛，干嘛 gamble？ 我讲，我有时候我自己也做得不是很好，因为有时候我也不太清楚，说到底这个能不能回收。啊，他都啊，哈，我有讲啊，基本上哈，这个资源回收哦，到底设想好是什么人啊？哦，那依然一般诶，基本上很主席在做回收的这样的，其实。爱想欧乐的，咱在国中小的学校的小朋友分类最清楚。伊是只吼迄纸啦，啊，什么物件哦，啊，瓶瓶罐罐分得清清楚楚。所以好好的在国中小啊，高中啊是做的最好。但是大学的部分还要加强。那么短哦，所以哦，这个很难。这边要讲哦，所以我跟你讲哦，咱只家长家己爱迄条检讨咱家己啦吼。咱咧教育囡仔，结果我变成囡仔咧教育咱啦吼。就是讲，这囡仔一条内底吼，啊，老师可能老师监督啊，老师也有要求，啊，老师也有教导啦吼。啊，他们在这方面诶常识可能也较有高，而且他们比较循规蹈矩，啊，无像咱大人吼，偷偷个单机啊，是讲随性，有时候就不会那么的哈，像咱的囡仔家里那乖啊哈，啊，这实在讲的哈，咱爱教遐小朋友吼来学习，要不咱要让他做囡仔楷模哈，咱
教囡仔，结果是囡仔咧甲恁教啦吼。那么他拄啊，咱咧讲着这资源回收，哦，咧讲着这垃圾分类啦吼。我知影讲最近咱市政府有一个政策，吼，讲什么迄落，那是迄种不透明的迄个垃圾袋，以后不可以用。哇，讲落去了后，可能吼有一挂反映出来啊吼，是毋是吼？请咱局长吼，先甲咱把这个政策再讲清楚一下。我简单讲者，讲我希望呢，会当呢。垃圾减量，所以呢，垃圾减量，因为经机关的调查，差不多用不透明的，用黑袋啊，完全不透明，也是讲啊，是讲用水泥袋，还不透明，完全不透明，这物件，提来粪扫车黑的，差不多有30%左右呢，伊内底有还佫有回收物。或者是呢，伊可能有藏一挂事业废弃物，可能伊要用这个拢有迄个消化，有咧目的。对吧？迄是阮抽查的结果啦。啊，佮另外一部分就讲，我嘛捌发现讲，用个乌色的袋来袋呢，结果袋盐酸，那放在垃圾车里面，垃圾车冒烟，会产生这个危险性。这很危险的。所以呢，为了被这個垃圾减量，同时呢，考虑到市民的安全跟队员的安全，所以我才会推出这个政策，讲拜托市民朋友呢，大家。卖用这完全不透明的，就是这垃圾袋，等于讲，食无花看会到内底的物件，哦，大约看会到物件，但是我唔是讲要叫伊完全透明哦，唔是。其实对咱70%-80%甚至80%-90%的市民朋友无影响。安那讲呢？我举一个例，咱的市民朋友反正讲，啊，你去买袋啊，唔免。这款袋啊呢，咱不定咧用的，即红白相间，这五花袋吼。即咱咧用诶，哦，即款诶不定咱咧用诶，啊，搁去啥？去买菜啦，啥？三斤、五斤诶袋啊，即你要用，继续用拢要紧。因为什么？因为你大概看到你像我手底下，你就知讲，大概什么物件？你若放什么回收物，但内底看知哦，你有回收物，该回收没有回收，一看就看得很清楚。另外呢，咱捌伫咧用购买哈，对，咱伫迄个啥？这是咱平常时咧用诶时，家己搁收。捡起来，再不做。因为咱现在要去买物件哈，说实在的，我们现在也有概念啊，只能卖用塑胶袋。可是有时候他给我塑胶袋，我的想法就是说啊，我等下要当做垃圾袋。所以这也是继续用。另外呢，有些人呢，可能这款较少买菜啊，什么，啊伊就较少穿袋啊是。那伫这个啥卖场哦，我伫全联也好啊，小北百货也好，就买，你也去买一捆一捆的迄个清洁袋，清洁袋对。这款的嘛也在用，继续用，所以你平常时用习惯的这个东西，基本上都还可以使用。但是呢，我今麦要禁止的是这个，是完全不透明的。我拄才讲过，伊内底来放回收物，回收不确实，还是放一挂水啊废弃物，还是放一挂危险物品，我拢唔知道，嘛看未出来。啊，看未出来，结果呢，可能呢。你该回收、该再利用的没有再利用，垃圾没有办法减量，再来是可能会造成市民朋友的安全的问题啊。所以这部分呢，就是完全不透明，这些因为你手存在内底嘛，看袂到。另外呢，即卖有较造成困扰就讲，咱去便利店吼，伊有用这款袋啊吼，啊因为当时是为了讲吼，大家希望家己要去买物件先，家己自备袋子，但有人会袂记得啊，所以呢。就会用买的，这一个第一款，这一块啊，一两块，看大世界。这款的呢，有的人完全无得看的内底吼，我们也不建议使用。啊，但是这部分大家免烦恼。我现主持呢，有在甲找只这个连锁便利店的，还一只较大型的只，包括全联啊、大润发，我们有找他们来协调，就讲以后要制作的时候，尽量讲想无法看会到内底，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想说，唔免你去甲讲啦，伊后摆嘛个底啦，因为你政策一直实施，它就自然而然跟着走。但是我们爱先跟伊沟通嘛，但是如早会当配合如何安尼对，安尼我也得可以赶快的把这个垃圾能够减量下来，同时呢也避免这些危险的事情发生。所以对，我要强调就讲，我唔是要要求咱的市民，比如也是讲哦，一定要用完全透明的，唔是，我是卖用不透明的安尼就好啊。其他呢？你平常时咧用诶，这款诶也好，这款诶也好，你会使继续用。所以我讲70%-80%诶，咱诶市民朋友，你平常时咧用诶，你继续用嘛，去，啊，卖用这款诶，不透明，安就好啊。
简单讲是安尼。几站伫遐客，我刚才想讲去百货公司看到迄个卖场的。哦，我即摆那像咧专门咧卖卖做卡老板嘛。那么好，展示给大家看嘛嘞。那么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啊？哦，本来吼，我的计划规划是讲吼，从7月1号开始施啊。那后来，哦，很快嘞。对，但是呢，因为呢。后来考虑到市民朋友说，哎，可能那宣导的时间哦，会不会不够，让市民没有办法，因为某一点我打工出来的，本来的有啊，怎么爱个消化掉啊？所以我搞那个延长那个期间到10月1号，嗯哼，按那乘看5、6、7、8、9，足足有5个月那个宣导时间。嗯哼，那10月1号开始的已经，我伫线顶吼，我咧这清运的这个线上吼，我咧甲我咧队员讲，哎。看卖看，咱的市民朋友有人会袂记得无？还是咱个可能有少数话挑工的嘛，不一定吼。哦，我会记得讲你新闻出来，我就听着有一个妈妈吼，哦，我哦啊，这妈妈佫对迄个，这迄个市政，还是讲对这政策佫有咧迄个注意。有咧注意。一随着底下咧讲，哦，这个厉害。啊，所以10月1号的时，如果若袂记得，哎，疏忽了吼，我的队员咧会该劝导，该劝导啊，你是换这个透明的袋子，啊，当然我會，我伊若佫超工一点要甲黑掉去，我就开一个劝导单，就是用劝导，但是唔是袂发，所以等于讲，我从10月、11月、12月，我会劝导他3个月，所以你看头前5个月，再加上劝导期3个月，足足有8个月的宣导加劝导的时间，安尼足久啊，对啊，所以真正实施的信息大概明年的1月1号，110年的1月1号，那。110年1月1号呢，我也拜托我们的民政局呢，在各区呢，做一个评比，讲大几窟，做了想落实，啊，会对这个区跟里呢，做一些奖励，另外来启明编译呢，如果这一段时间1月1号之后，他还是疏忽的忘记了，那我的热车我暂时不跟你收，拜托你铁钉挖，铁钉挖这里可以看得到，内容物的这里臭卡路来对，啊，除非你是讲就挑缸哎，而且恶行重大迄款嘞，我在那勉强，我才不得不才会去罚，所以我的目的不在罚，我只是垃圾要减量。对啊，拜托大家讲，互相等于火光的清洁队员嘞，会当马上可以看得到这个。其实有时候是发挥我们的功德心啦，因为像你头多少讲哎，一挂来对有迄个盐酸嘞，坑盐酸，哎，坑锂电池冒烟的。哎，我们就是讲吼，我们能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家己嘛无想要爱安尼啊吼，啊，不要把这个危险带给别人。哎，我他多话你在讲迄个盐酸的罐子，啊，我突然间想到啊，那个盐酸罐子它怎么处理啊？比如说我们的垃圾要倒出去的时候，这个一般吼，像这种那种有害物质这种它有自己的一个制成一个回收管道，阿姨呢不要回去立刻留员工，我你来处理。哦，是啊，是，那么就是我怎样讲，局长哈，第一点，咱环保这方面有很多的政策，像这个也是新的政策嘛哈。啊，其中还有一个哈，咱最近听到的哈，这个叫做异味污染物。哎，是咪？迄个测定哦。异味污染物官能测定室。对对对，哎。哦，这个有练起来，有点绕口。对对对，可是大概知道他的意思啊。可是哈，嘛是爱请咱局长跟咱的乡亲哦，做些说明好不好？好，其实这个都像主持人讲的，这个足长的这个名称，就是这个测验室、测定室，就是讲针对啥臭味啦。我刚才讲针对臭味哈，就是讲咱因为咱台南的又有工业又有农业，那又有这些。对，所以一些畜牧业哈，利用起鸡啊、起骨啊、起鸡，在粪便会有产生一些异味。那我们会辅导他们去好把它农业局会辅导他们去做好处理。但是呢，做不好的时候，那个臭味还是会溢散出来。啊，民众对丁检，这是一关一种臭味的之一的异味。另外呢，那我们有工业，工业如果说这污染防治设施没有做好，它还会产生一些恶臭。所以但是呢，恶臭呢，我较早。都爱讲去采样回来了，去委托外面的迄实验室去帮我们测试，讲啊，这是有没有超标，有没有不合格？啊，因为安尼每一件委托人都要花了3-5万块。那我后来想一想，一方面想要节省这个成本，另外一方面想要把这个掌握这个时效，因为拿民众检举心，有滴啊，加工啊，叫臭味啊，等下我那人。啊，是讲委托那个测定公司啊，去盖很牛心，哇，无比啊！对啊，所以为了掌握这个时效呢，所以我在去年呢培训的，我们环保局培训了48位的闻臭师，专门的品工什么一草闻臭师，
啊，我在去年12月30号呢，成立的就是刚刚主持人念的很长的异味污染物测定，官能测定室啊，这样的，就是被希望可以及时掌握到这个恶臭的来源，然后可以采样来马上判毒这样子。那么到这个目前，咱有比如说做的成绩大概是怎样？因为12月30号才成立啊，所以那除了一般性的陈情，那我们会请稽查组去处理之外，那真正采样回来的，那我们到目前大概40件左右。那40件左右，大概我们有一些，因为那个要经过3个闻臭师同时判毒，因为那是很严谨的那个，闻完之后要去判毒，说这个有没有超标。那目前虽然只有采访了3件，但是也确实有收到贺主的效力，因为我们的人马上到现场，马上采样。那一般如果说有这个情形，假设公寓的话，他们大概会立即去想要去改善。那如果是那个畜牧业那个部分，我们一次一而再再而三的再而三的这个宣导的话，他们大概也都会有一些改进的措施。其实吼，处罚都是最后的手段，不得不的手法。我们都不是希望说用处罚的方式来得到效果了哈。啊，当然吼，咱拢是一开始吼有一些宣导啊，我们这些政策其实嘛是要让咱的环保如来如何。一般的民众吼，我就说嘛吼，人家咱拢刚刚讲。有很多问题啊，但东西去怪政府怪人家。其实我后来想一想哦，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其实环保是想需要市民朋友大家互相配合的。啊，因为这个跟我们哦，真的有切身的一关哈，这個、密切这个代志哈。因为他对我讲，要极端气候嘛哈，那讲啊远的吼，你干嘛讲极端气候啊？讲那么遥远啊？极端气候，你讲啊，像即马安尼，你也看。到今嘛更唔落吼，吼啊一直咧停水吼节水，咱台南市虽然无话管制遐尼那严重，可是我们现在用水也是很辛苦啦吼。啊，那是落大雨的时阵，安尼做大水，这些都是我们不愿意的啊。我就讲啊，做大水啊，就没进户，然后那迄个什么话用无好。可是吼，咱想想啊，倒转来拢是咱家己的问题嘛，因为咱的环保做无好啊，这个是慢慢累积啊，然后慢慢形成的一个。一个循环，哈，哎，循环到尾啊，就是恶性循环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了，哈。啊，咱今嘛在做这即个环保，哈，在做啊，比如讲，咱弄迄个资源回收啦，哈。啊，咱也是叫市政府的即个节奏，哈，咱叫这政策，安尼会当尽量去配合，咱就尽量去配合。无形中，像哈，如果咱局长讲的啊，咱的迄个垃圾降减量，咱的污染的问题就足少的嘛，哈。啊，这个问题。就是一直要解决的时阵，就是靠咱每一个，绝对不是靠市政府啦，不是靠局长一个啦。爱靠大家，系啊，真正不是靠市政府，还是靠局长，靠遐环保人员，是靠咱民众每一个啦哈。我想，今仔日吼，咱讲到这个资源回收啦，吼，讲到这个垃圾袋啦，吼，啊，讲到这个环保的这个的，其实我们还有很多还要谈哦，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最后咱局长有啥物话要跟咱乡亲朋友？我当家呢，爱拜托咱来市民朋友讲，环保的物件是需要大家去做。环保呢，大家做了好，咱的鲜花自然好。这个鲜花不是迄个很空泛的，说看不到、做不到，不是。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讲哎，包括我们的这个极端气候，我想温室效应，如果我们做得好的话，温室效应应该会越来越减低啊。那同时呢，就算近在眼前的工，你把环境做到后，把清清气气，想不我们过得很舒服。所以我在这边要借这个机会哦，再一次的呼吁，环保不管是要做资源回收，还是要做垃圾减量，还是讲空气也好，水也好，种呢，拢爱靠咱大家市民朋友，大家来到配合，大家来到三间。是，哈罗啊，我一开始请教咱局长哈，局长讲哈，咱的小朋友诶，资源回收做上好啦哈，所以咱要教小朋友哈，咱教咱教小朋友学习，不单单哈，别样诶，你去问咱的小朋友，啊，咱唔好输我囡仔啦，吼，咱大人未使输我囡仔吼，咱的资源回收咱该做好，啊，咱环保做好，吼，咱吼要教育囡仔。啊，咱吼爱甲即个工课做好。今日感谢吼，咱局长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讲到这资源回收，讲到这环保袋啊，吼啊，希望讲咱开始实施的时阵，大家吼做伙来配合。感谢咱环保局长吼，咱谢局长。那么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吼，咱台南向前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好，谢谢。